由宝剑锋、周冬雨主演的建党九十周年献礼影片《降江北去》将于6月10日全国公映。日前，该片在京举行了媒体及影评人观影活动。导演陈立着重打造的最具青春浪漫情怀的红色主旋律风格大受好评。本片突破以往历史剧沉重严肃的呈现方式，凸显了革命年代中风华正茂、热血青春的少年，在保家卫国之余，也跟普通人一样，对亲情、爱情怀有深深的渴望。俄国的血革命要从我们这里爆发，湖南这块肥肉是我炖出来的。立即查封。赶走这些野兽，不做奴隶，只有反抗。导演谈到启用谋女郎周冬雨扮演杨开慧一角，显得非常赞赏，称周冬雨把革命年代人们的纯真与执着演绎得相当完美到位。一个是她的形象和她那种纯真那种真诚那种真情，就那种从眼神当中能感受到的那种纯粹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满意。同档期上映的《建党伟业》因群星云集备受关注，两者相较时，导演坦言没有什么压力，因表现侧重点不同，所以不怕没票房，反而觉得更给力。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看毛泽东年轻时候这一批青年，我觉得是一部青春片，一部领袖的青春片，所以说那是两个概念了。因为这个题材和《建党伟业》可能是所展示的层面不一样，那我觉得可以去欣赏《建党伟业》，也可以来欣赏《湘江北去》。